行きましょう。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，五月很多花盛开的季节哦，这里是龙野岭南公园。今天刚好是假日，人非常的多，人山人海，停车场都客满了。每年这个时候是最热闹的，不管是遛小孩、遛狗、遛人，通通可以来这里。好漂亮的郁金香，还有这有个猫人，他要自拍啦，他要自拍，好酷哦。风吹时候的郁金香最疗愈，门票都涨价了哦，今年门票涨价了，这个高中生以上都是450，不过65岁以上210要出示证件，外国人也可以的，中小学生免费。有几株这个郁金香也不知道，我忘了，反正很多，漂亮就对了。约160品种，260万株郁金香，碎啦！粉红色、紫色、白色、红色，美啊！在北海道，樱花开完就换郁金香开了。Tulip， 阿拉喜阿拉碎哦，五彩的郁金香。没有灰尘，非常的绿，所以看得出来很清晰吧，北海道的空气。这边花田是薰衣草了，不过都还没开，要等到7月。龙野岭南公园属于在札幌市的南区，从市中心也就是中央区大概大通公园那边开车到这里大概要40分钟的车程，而我家是首道区，从我家到这里大概要1个钟头的车程，有点远。我开车来他会先收一个停车费420，所以整个龙野岭南公园从春天开始带这个小朋友都很适合，一直到夏天秋天他有很多小孩玩的游戏，应该说是老少咸宜的地方。这是不同品种的郁金香，这个叫 Basta 的品种，好大哦，闻闻看，无味，这个好像绣球花，这个郁金香叫太阳黄 ，Flashback， Flying Dragon， 太多品种了，这个郁金香。这里还要免费拍照，拍完好看再买。不过他通常很会拍的，怎么拍怎么漂亮。大家都在去，今天是假日又是好天气，温度又有25度，很适合来这种地方郊外走走，带狗带小孩带家里人都很方便的。
这里还可以搭新干线哦，看到了吗？新干线来了，新干线哦。クルソです。カントリーハウス。最来买冰的啦，买冰的太热了。最喜欢看这个屋子的骨架了，好美。是餐厅。是。全部空的。空ですね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1200ですね。はい。はい、1200で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、ごめんなさい。申し訳ない。はい。はい、ちょうどお預かりいたします。コーンでしたね。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はい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うん。哦，冰淇淋一直在排队。里面的餐厅，这个算亲子餐厅，还是屋顶的骨架最漂亮。二楼还有这种类似露营地的休息场所。记得去年又来拍过这个角度，漂亮。这种餐厅，也不过改在现金、现金而已。520，我爱你。这就是北海道花坛。这里去年也种一样的花，不过去年我来这里拍的时候风很大，今年很漂亮啊，美，春天到处都很美啊。真子就是这样爬出来的，风微微吹的时候最好看了。好多人在滚球，这个很有趣哦，小孩玩的一大堆啊，带小孩来这里会很开心，大人也会很开心的。这里蚂蚁的巢穴通道，这个进去有好多个出口，很容易迷路啊，不过小孩最爱的，12岁以下才可以哦，大人自己不能进去玩的。人那么多，一次只有15分，最多12岁哦。好多好元气的小孩，这个大球叫做吓一跳球 ，Big Goody Ball， 到4:30。现在已经快4点了，人多的时候只有15分钟，小孩不能自己玩，挥球要排队的。哦，有球回来了。干嘛嘞？干嘛嘞？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。我也没做事。可以轮着呢。别踢呀！待着了。待って啊！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好累啊，好喘啊！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来了，啊，好喘了，但是很好玩哦。好，还蛮舒服的。啊。小孩真厉害啊，精神真好。丢来啊，丢来啊，挡不住就滚下去了。哦，接住接住。札幌市的南区龙野铃南公园，这里可以玩一整天哦，而且都是老少咸宜的，欢迎在春天或者夏天有来到北海道旅游的观光客们，这里来走走看，美吧哟！球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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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来了！哇！哦，有挡住，
人家在广播了，把球还回去吧。哦哦，哇哇！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啊，慢慢滚吧。好吧，把它推下去吧。这个球很好玩的。哇，还很远。一堆囡仔在里底耍。这些小孩真是元气，一直跳都不会累。这里还是有很漂亮的亚埃扎库拉八重音，很碎哦。这个好像霍尔的移动城堡，瀑布式的溜滑梯，今天没有开放哦，但呢。这一区把它取名叫大鸟玩具，应该说三角锥啊，管它就叫大鸟吧。知道为什么叫大鸟游具了吧？很像吧。摸一盖。Moi kai. Moi伊纳圣德啊，去年我就坐在那个椅子那里看花，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。今年很多人啊，龙野公园等大家哦。设计精细的人工瀑布跟水池，5点就关门咯，下次早点来。Takin 哦。孩子在广播5点要休息了哦。それでは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只要去龙野铃兰公园，一定会经过这一堆的摩爱像的。这是可以自由进来的，只要它有开放都可以过来。这是仿复活岛的摩爱像，很多尊哦，很壮观的。只要去龙野铃兰公园，一定会经过这里哦。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札幌市南区的龙野铃兰公园哦，十字金哦，不是十字金哦。ねえねえ、これ取る必要ある？ある。ありますかね？有。